哇，我们真的来到了。在天上的感觉如何？待会还习惯吧。哇，我们正在天上耶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仙道天法果真是神妙无方。看，七色和黑龙走在前面。什么？你们居然能追上来？这是命中注定，该绝于此。骑士，这下子看你往哪里逃！嘿，原来如此，是那女子的阵法疾风于我们双足之下，拖住你们不治下坠。嘿，只要杀了这女子，阵法之力消散，你们都变成断翅麻雀，只有摔在地上成肉泥的份。死亡姐姐，她这话可当真？确实如此，这阵法全靠我一人维持，我一旦身亡，后果便可想而知。我也知此所实在行险，但若要救济骑士的话，殊不他法。哈哈哈！你这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我知道你施展此法阵时，虽可言语，但却需端坐原地，不能任意走动。哼哼哼哼，你这个样子就叫做坐以待毙。应公子，黑龙鳞甲硬于铁石，本是全身刀枪不入，但这黑龙若真是解鱼的话，头部应有一处被劲法千力鬼士咬开的伤口，这是他唯一的弱点。不论兵刃术法，你们合力往那里招呼便是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骑士虽然道高势广，但他显未修成仙法魔道，还不会风行与飞遁之术。一旦解鱼被打倒，他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而且他也看出我是主阵之人，必定会倾全力对付我。因此，此战胜负如何，就看我们能否尽快打倒解鱼。既是如此，我们得留些人手保护你才行。兵分两路，只是突然削弱战力。我此时虽无法助阵，但尚能暂且自护。你们可以先不用管我，全力围攻解鱼方有胜机。总而言之，咱们见机行事便是。眼前敌人已至，咱们快到前面拦阻，别让他们冲了过来。嗯，只有这么办了。是了解这趟冤孽的时候了。哎呀，夏侯仪。大家玩过幽城应该知道夏侯仪在讲什么吧，虽然我已经忘记他跟他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我只记得幽城的时候黑龙变我们的夏侯仪的那个坐骑啊。先存个档，然后我们就在保护那个谁，保护紫风啊。我们先弄暖风神行，OK， 然后全部冷蓄气，蓄气应该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好，对了，殷公子，有件事忘了提，什么事？诸位说也不是下坠，全靠我手上这个小神圆珠的法力来维持。而这小神圆珠的法力大约可以维持两炷香的时间，万一超过这时间的话，那是我们会坠落是不是？好的，我醒得了。OK， 啊，按错了。他们有蓄气吗？看起来没有。那先我们再休息一会儿。21回合之前把它解决就可以了，我印象中是这样。21回合前，所以这关不能拖。
以前小时候玩到这一关，实在是觉得哇，这个画面这样可以做成这样，在天上打架，你看看，云还在跑。OK， 好像是第三回合，我们绝对不能。我们就是要赶快杀敌就对了，直接给你分天斩啊！因为我们这关是要打时间的，抢时间的，我们就尽全力就对了。怕雷火冰，怕火。256，天火之术，45等，都快掉了。这个位置可以。好，银剪平。还没有打死啊！哦，啊，银剪平攻击力已经不强了。其实这一关也算轻松了，不用走太长的路。OK， 那好痛啊！没有打到他，烂东西。气死我了！傻眼呢！灵魂大法，46，到这里，OK， 风寒月，哦，还以为没打死，吓死我了，其余之术。直接到底，OK， 45等。啊，差一点。46，
靠近解鱼的时候要小心，它攻击范围很广。哎，他怕什么？怕 OK， 滑火雷冰都可以，明眼怕。OK， Go。哦，差一点点，16。哦，夏侯也帅。夏侯也真的很帅，你看夏侯这个角色，觉得哇，这个攻击怎么会这么帅？还甩头，哇！整个中二，我会被打到啊！哎呦天啊！我记得夜明龙可以补血，我印象中了。哎，不行啊！站远一点点，我可以看到攻击范围吗？好像可以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看不到。来吧，敌方增援了吧？哎，还没。我觉得要站一个地方，那夜明龙在。帮我们补一次挡风神行，差不多这个位置吧。7，喂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过去吗？因为我怕过去了会被 K 啊。OK， 还好，还没 K 我。第几回合啊？第8回合才会增援啊。就下一回合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预备好。然后夏侯也不要走太前面。就站这个位置，来吧。哎，还没有。四方雄兆，守正其位，玄冥武尊，引尘足矣。召唤。其实我应该刚才可以先打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把这回合消落再一起上，11回合还会增援一次，反正我们就等他增援完就把黑龙解鱼干掉就对了，不要浪费可以练功的好机会。OK， 有三只往下跑。那我们就过去吧。
真蛮痛的。痛，痛痛。OK， 47等。好，补血。先不太敢过去，是因为真音好像挡不住。哇！好，试试看。159。OK。哇，这样也这么痛。哦，还可以 ,173。好。等一下是第几回合 ?11 回合阴之阵 ,11。跟15会有敌人 ,OK。我真的打不太到他。11的话会是在。我记得你站近的话，他打不到你。印象中了，哎，没错。想想啊，也就是说夏侯瑜的位置，他如果站这会被打吗？攻击到几个啊？我好不确定哦，先别动好了。好，叶明龙挡这里，两个增援。挡到这里会不会被砍啊？他绝对不能被打，被打已经挂了。先站在这边好了。我可以打那么远哦？好痛，好痛。好。OK， 那我知道位置了。这站这边应该可以。OK。然后。可是夏侯瑜站那个位置。也是蛮危险的，这样子好了，两个互换，解玉，就让我夏侯也了解你啊，是无敌。能打到他吗？应该是可以啊。
伤疤真的烂。什么？痛，超痛。血真多，啊，应该要弄夏侯仪的绝招哈，都忘记了，啊，上官远跟谢敏超了，四方凶兽，守正其位，凶名无尊，宁臣足矣，召唤，怎么是往下、啊？奇怪。哦，还好有挡住，要不然再來是冰之阵15，哇！撑住啊，撑住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这样的话，哇！命魂大法，成九五，冰雷火。一直打了两只。这一次的话给Go， 补血，225还可以，然后放神行，回风枪，鬼名斩。哇，好弱，301，弱死了。他一直打凤凰月，我的天哪！位置，249还可以，
OK， 47 47 48，好，夏侯仪走下来，然后给林建平补血。韩千秀应该可以挡住吧？好，快打死他了！轻松啊，这关超轻松的。他只不过会吐火而已，还好，还可以。那也是，他怕，哎，他怕什么 ？OK， 我们先提高我们的法术速力值。好，在两回合敌方会增援。他真的打夏侯仪了，好痛，真的痛，没关系，去吧。下一回合是这一回合第几回合 ？OK， 等一下15回合了，那我们先轻松学武。嗯，不怎么痛，痒痒的。啊，忘记补血，糟糕，重来。OK， 应该要召唤的。哎，还没吗？201。哎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有一回合。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故意21回合触发一下失败结局。好，我们就打到这样就好了，就不要打了，差不多了，还快死了。林建平要52等了，就这样。哦，还好他们没有直接飞出去。啊，有一只要飞走了，还好有挡住。这飞走没关系啊，我们把黑熊姐干掉就好了。五雷阵法，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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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糟糕，这样会不会死啊？啊，有可能会死。哦，还好他打印剑兵，你对我真好。
OK， 好。想一下哦。找不到。下回可以一次干掉他吗？没办法。哦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鬼名转。为什么要绕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三一二，这次没打死，因为我怕它会动，就是哦，可是仙女超跟。上官也蛮危险的，我们先这样试试看好了。你要直接被轰啊，然后又如果这个配置不太好啊。对哈，还有我还有叶明龙，耶，好，太好了。这样至少仙元召上官也还可以承受黑龙血鱼的一次攻击，然后现在的问题是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用火，不要好，不要冒险。附魔族，也封魔。对啊，十八回合还会再增援一次。哦，痛，真的痛。给补这个范围。OK， 那第几回合了？不是快到十八回合了吗？好，我怎么觉得越来越痛啊？好。增援，最后一波增援。
烧痒痒。晨微天光。哦，还好还好。打雷啦！还可以。哦哦，这199滴可能会死。哦，还好还好。你撑住了啊，正印！我真引以为荣。好了，可以收尾了。不对，夜明龙要先打鬼火才对。夜明龙去打鬼火。OK， 然后仙人操打化蛇。48力，相关于往上走一格会不会打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相信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47，我想想哦，想给韩千秀打死一只的话，这样呢？哦，两只一起死了。OK， 站远一点。哎，太好了。Nice， 好，这关结束了。两只真20 ，OK， 好，这关结束就会死掉了。如果没有打死鲫鱼的话，我们先试试看，我们触发一下那个。失败结局的剧情给大家看好了。就这样。好。哎，还没。战斗失败了。失败了。公子，法力维持不下去了。啊，就这样。林公子，都是你。啊，就出现一段小剧情而已。好，夏侯仪，要给他最后一集了。安息吧，解郁。
监狱，监狱！你不会这么简单就被监狱啊！醒醒啊！啊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能得到此物，总算不枉我们刚才的拼死二战。这血染华光，莫非是传说中的仙界法宝火云宝塔？对，任于天地灵气，形成流转诸般法仪的至宝火云宝塔，其实身上居然带有此物。然而他能轻易施用威仪强大的护身咒阵法，甚至收玉解鱼为己用。我在基因塔顶初见他时，便发现他隐隐透出的紫气，显然身上带有奇珍至宝，所以才决定冒险追击他。紫凤姑娘，刚才的云端之战凶险至极，但我的性命可说是悬于一线之间，若只为了此物便让大家置身于如此险地，未免太不值得了。朕并不进来，林公子，须知天下虽大，但这世上能让我以凡人肉身入地界的法宝就只有一件而已。那我们以肉身入地界？是的，地界乃是鬼物妖魔所居之地，那里充满阴力煞气，凡人不能长居，否则元神生气会见遭阴魂鬼力所施，最后成为心魂俱丧的活尸。但若有了这火云宝塔，它的火云灵气可把我们不受阴魄鬼力所害，寻找神界一次便不再那么遥不可及。即使如此，地界与人间两隔遥远，就要如何前往？昔日皇帝战蚩尤之前，两界之民还时有来往，后来蚩尤战败，地界之民被赶入幽都地府，皇帝未免再生事端，命人封闭连贯两界的通道，但有妖魔依旧前来人间一次，看来应该还有剩下的通道才是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得去请教知晓此事的前辈高人才行。于此我倒有个主意，我们不妨回华山问问神隐上人老前辈，只是他老人家之前出马联络各派之后，不知是否已经返回华山。这倒容易，咱们俩回去瞧瞧便是。这一路打下来大伙累得很，就让大家好好先休息休息吧。 OK， 这边应该没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先补给一下吧。紫金剑，哦，终于可以换钢衬武衣。我想一下，钢衬武衣可以加防御很多，因为火龙金甲主要是抗法术啦。左右朱轮祭剑、翠玉匕首，这些都不用。朱绸法衣，好，等一下再一起换好了。铜鳞甲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更没钱呢？哎，对啊，我怎么觉得钱好像变很少了？等一下，轩宇超的钢砂剑我不用买，上公园不用，然后紫娟金锁不用，还好，酷明举，好了，换，没钱了。钢衬武衣，
啊，怎么办？不对啊，怎么快都没钱了，变反刃。我什么时候变那么穷？可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卖的，好尴尬啊！我现在很尴尬，怎么办？我现在真的很尴尬。好啦，那这集就到这边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